I
怡哲，先做第一个。你先来告诉我一下，哎，本期净利是多少？好，张伟，那个怡哲好像不知道。本期净利是多少？我不是讲课本上面，我们黑板这个，我先问你的是第十三题，83页的第十三题，我不是请你先做吗？我是说这个课本上面的，我们现在找一个自己设计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些问题哈，怎么去判断怎么去计算？好。本期净利，他告诉你说，除了期初、期末这个保留盈余之外，其他都是什么税后的金额。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呢，他第一个问题是本期净利。本期净利先从营业净利开始，30万。好，它是税后金额，那因为它的所得税率都是25%，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管，先不要做回推回去，而且它都是税后的金额哈。所以30万加上营业净利。后面就是营业外嘛，哈，营业外呢有短期评价利益45000，这是加项，但是我们有的什么，外币兑换损失15000，好，所以我的营业外的部分呢，就是有那个30000块，好，45000是加项嘛，净利嘛，然后减掉呢，我的兑换损失是15000，所以呢，我的营业外是加30000。所以三十万加上那个三十万呢，加上30000块的营业外的净利啊，收支呢是30000块，所以我的继续营业单位净利是33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我的33万里面啊，33万之后呢，我有停业单位损失105000。所以减掉之后呢，我就得到本期净利225000，因为就这个时候什么，本期净利才是属于我的什么，到这里而已哈。至于说土地征收利益，它应该也算的，因为已经实现了，不是重估增值。重估增值的话是还不算。所以土地征收利益也算在里面哦，这样听懂吗？因为土地征收利益它已经征收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好，所以不是资产重估，它不是资产重估啊。所以我们刚刚的营业外，好，请重来过哈，我的营业外有评价，短期投资评价利益45000，然后加上土地征收利益90000。所以我的营业外的收入有135000，然后我减掉我的兑换损失15000，所以营业外有12万，加上我的营业净利30万的话，我的营业继续营业单位净利有42万，然后减掉我的停业单位的损失10005000，所以得到呢我的税后本期净利有35000。这样看懂吗？好，我刚刚算225000，是我没有注意看到土地征收利益。土地征收利益，它照理说已经是什么实现了，它不是资产重估，重估是还没有实现。好，所以它土地征收利益是已经实现了，所以算在营业外，所以我得到315000的本期净利。然后第二个，它要计算编制当年度正确的保留盈余表。好，所以呢，我本期净利已经知道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期初保留盈余18万。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有没有影响期初保留盈余的呢？第一个，差期年度的净利低估，前期损益调整。好，所以呢，18万的期初保留盈余要加上27000的净利低估，是前期损益调整。好，然后再来我们的存货计价改变，好，存货计价方法改变的累计影响数。是6万，好，因为它的减在贷方，还在借方，所以是减6万。所以我的期初调整后的保留盈余是14万7000，加上
本期净利。本期净利呢，是不是31万5千？然后减掉我的现金股利18万。好，减掉18万本期的现金股利，所以得到我的期末保留盈余是28万2千，未包含于证券保留盈余其他的，未包含于证券保留盈余的项目。那就是应该是什么？就是我的损益表的表达的科目啦，对不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李佳慧，好，现在第一个本期净利是多少？你算出来的本期净利是多少？没错嘛，哈。然后期末保留盈余是多少？期初保留盈余，调整后期初保留盈余加上本期净利减掉现金股利，就得到期末保留盈余，对不对？所以我的期初18万加上我的前期损益调整27000，然后减掉我的会计原则变动，就是存货计价方法改变，累计影响出6万，所以得到我的期初调整后的期初保留盈余加本期净利减掉我的现金股利，就得到我的期末保留盈余。好，我算起来也是28万，对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同学如果下课的时候呢，想要知道，也可以先试着做做看，如果这个例子你要怎么写，啊，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从延续刚刚那个哈，我先讲一下，那我先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想要先想想看，可以哈。92年1月1号的时候，我购入办公大楼1亿，那我估计呢，它的年限是50年，残值是500万。哦，对不起，我这边没有写直线法提列折旧。好，我的折旧政策，不变法，好。然后呢，在92年1月1号的时候呢，我做了，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好，他做了外观的修缮，好，花了1000万，然后呢，耐用年限是，但是呢，做了这个修缮的耐用年限跟产值都没有改变，然后再来，在102年度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情哈，第一个，我发现92年度的修缮应该是资本支出。那换言之，我92年度发生的时候是把它当作是维修费用，我才会再写作92年啊，在102年度的发现这件事情。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会写这样一句话的话，表示我92年的时候把它当作一般的维修费用。那请第二个呢，我102年度的时候，我把折旧方法决定改为年数合计法，请你去做102年度相关的分录。好，这是我的这个例子。啊，大家有空的话就是大家想尝试一下，试试看你对这样的问题能够怎样去做它的相关分录，可以尝试看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